今朝嘅 AT 個股推介啦，建議大家留意領展823。領展上個星期公布咗啦，截至今年九月底為止嘅中期業績，期內每基金單位分派咧就係1.3008元嘅，按年跌16%。但係經公股攤薄調整之後咧，按年就係增長0.4%嘅。並且較今年五月底嘅時候公布2023財年嘅末期分派咧，增加咗9.5%，每基金單位分派咧出現拐點。另一方面啦，美國加息週期進入咗尾聲嘅機會咧，越嚟越高噶，領展中期負債比率咧，再償還喺償還咗60億呢個銀行貸款之後咧，就由24.2%咧下降到去23.2%噶。加上公司對債務組合進行調整策略啦，將定息嘅債務比例啦由56.8%提升去到69.8%，以降低利率波動嘅風險。最新平均借貸成本咧係3.74厘。匯豐研究最新的報告啦，對於領展將未來12至18個月的借貸成本成功降到去4厘以下啦，感到驚喜。市場預期領展每基金單位分派啦，有望喺2025財年啦重返增長之路。公司公布中期業績後咧，截至截稿之前，券商給予佢嘅目標價平均值係46.92，較上個星期收市價38.5元咧，高出咗大約21%。建議投資者喺38元以下買入噶。如果升穿44.2嘅公股價咧，就可以上望券商平均目標價附近，即係47元。跌穿10月嘅低位，即係大約10年低位啦，34.9啦，就適宜止蝕啦。